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没有什么精神。朱老师啊。哎，这个很有精神。朱老师啊。好，谢谢。好，这两个小朋友让我们精神振奋啊。那个，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哈。又到礼拜六这个周末的午后。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新朋友来加入，所以我们先问一下新朋友是哪一些人第一次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你们举个手。哎，有几位新朋友，我们旧朋友鼓掌欢迎他们，好不好？欢迎。那新朋友、旧朋友，我都介绍一下。我是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朱琪琪。那我自己是在物理系任教。朱老师，好，谢谢你一直帮我宣传。啊，那我们这个活动从2008年举办到现在，就已经有一段历史了。那在这中间哦，就是很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非常优秀的科普讲师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算是有一点口碑。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讲师呢，是第一次，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是赚到，就是陈老师是第一次来担任我们假日科学广场的讲师，就好不容易可以请到陈老师。那陈老师在我们这个圈子其实是相当有名。那我们过去的课程哈，属于天文太空的数量其实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个学期就积极的找各方面的讲师，然后又要有能力带大家动手做，真的很难找。那我们陈俊忠老师呢，他是成大的航太工程研究所毕业的。我们问一下哦，因为通常小时候对于航空太空都会非常有兴趣，可是等到国小毕业上了国中，然后上了现在叫12年国教，多半你高中毕业以后你还立志要念这个航太的，这个人数就降得非常非常低了。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小朋友嘛，我们问一下，以后想有兴趣想要当太空人的举手。太空工程师、火箭工程师，有什么都没有。飞机工程师，不想当工程师好了。航太科学家，完了。好，基本上我把这个结果当作大家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又不要讲太多专有名词啊。反正不管你的兴趣是航空或者是太空，航空跟太空差蛮多的，我们大家可能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但不管你的兴趣是航空还是太空，它都跟飞行有点关系，对不对？然后对，还有就是我们人类的那个原始的这种好奇心，然后想要探究这个无垠的宇宙的那个原始的动机非常有关系。所以今天的课程呢，陈老师会带大家做那个行星探测器，然后呢会介绍到底什么样，哎，你这个太空探测你要怎么进行啊？它有哪些美美嘎嘎的这些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都会非常有收获。哇，那小朋友准备好了没？好了。好了，那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呢？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陈俊忠老师哈！哎，掌声耶！哦，好，上就对了。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朱老师。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离开地球，我们今天要到外太空哈，我们脑袋先离开地球一下。那等一下大家都尽量看2个画面，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会有影片，然后会有一些，因为太空都黑黑的哈，有点暗暗的，所以我们尽量看那个画面哈，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内容哈。那老师在这边操作电脑，好，先切一下。好，那我们就今天就会有一些哈，来探讨说怎么样去探测太空，怎么样去发射的东西哈，到外太空，怎么样去发射的东西到月球、到火星、到八大行星，好，到一些小行星、彗星，像最近不是有个彗星吗？就是 Rosetta 对不对？最近是不是去探测彗星，好，去登陆它，去把东西好送到人造的物体送到彗星上面去，好，然后把它做一个拍照啊，用仪器好去执行一些探测任务。来，小朋友认不认得这几颗星球？好，我们地球在哪里？好，第三颗，好 ，Earth 啊。那我们的火星在哪里？好，第四颗 Mars。那土星在哪里？好，这一颗的 Saturn， 土星就有个环。好，那海王星在哪里？好，这一颗好 Neptune。所以太阳很大，对不对？太阳是不是很大？
好，太阳很大哈，但是在宇宙中其实很小，然后它只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一个恒星。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个影片啊，看看这些星球大小哈，比一比，看看到底实际上的尺寸哈，在太阳系、在银河系、在宇宙中大概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执行太空探测。我们先看一下哈，科学家以及工程师哈，以及各个科学工作人员啊，怎么样去发明一些东西哈，来探测我们附近的月球也好，八大行星的一些可以登陆的类地行星也好，好，目前都是用火箭以及用太空梭。好，美国太空梭有六艘，其中两艘已经爆炸，那有一艘已经用过一次之后放在博物馆，那其他三艘是使用了30年之后，目前放在博物馆当做展览。好，那像它现在没有太空梭，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火箭哈发射一个探测器，然后到达月球哈，到达我们38万公里外的月球去执行探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影片，看到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新的大火箭，它叫做 Orion 猎户座哈，在什么地方发射呢？在美国东岸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甘乃迪太空中心的39B 发射台升空，起飞之后呢，只要8分半钟就可以抵达太空。好，8分半钟，你喝一杯咖啡，咖啡还没喝完，它就到太空了。好，那这个火箭很大哦，这个火箭有3000吨，3000吨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家里面的汽车只有1吨半。3000吨是2000台汽车加起来，好，然后燃烧120秒之后，旁边两个固体助推火箭会剥离，那已经烧完了，烧完要丢掉，减轻重量哦，要不断的丢掉哦，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哦 ，F=ma， 好，丢掉不要的重量才能够减轻，然后才能够加速，然后燃烧完毕的第一节火箭丢掉，第一节是液态氧、液态氢的引擎，丢掉之后再丢掉中间的转接环，转接环是铝合金的哈，也很重，然后接着要加速。用第二节火箭哈点燃，持续加速，然后再减轻重量，再丢掉前面的整流罩，前面的外壳，再丢掉，越来越轻哦，所以会越来越快哦。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在发射第二枚火箭，刚刚第一枚火箭只有在装备登月的装备哈，登陆月球用的无人的探测器，然后这一枚第二枚火箭有载人，有载太空人哦。你看一下，它比较小，但是它载了好几个太空人。然后呢，一样，它花了8分半钟就会抵达太空。那它要去跟第一枚火箭汇合，好，一样从美国东岸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发射。然后呢，一直震动，对不对？发射的时候会震动，因为火箭的引擎哈推力很大。然后燃烧完毕的第一节火箭也是要丢掉，好，减轻重量哦，都是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哈。有兴趣的小朋友回家可以查查看哈，牛顿在讲什么哈？为什么可以加速？为什么可以减轻重量之后啊，好，越飞越快，然后丢掉逃生毯，然后来到太空的边缘，好，持续加速哦，已经在大气层外面了。好，然后再丢掉燃烧完毕的第二节火箭引擎，好，把它脱离。脱离之后啊，剩下一个什么？剩下一个香菇头。香菇头里面有坐太空人，好，太空人坐在这个香菇头里面，然后张开太阳能板，看太阳能板张开之后可以接收阳光产生电力哦，好，折叠成像扇子一样，对，好，像扇子一样收纳方便，然后张开之后就可以产生电力给通讯系统啊，给各种仪器，给电脑使用，这时候它两个太空板要汇合哦，要对接。好，这是很困难的技术哦，在太空中用很高的速度哈，两个接在一起。好，目前只有美国、中国、俄罗斯还有日本跟欧洲有能力做到在太空中汇合两个人造物体的这个技术。这时候他要去月球，从地球附近出发，要花4天的时间才能抵达月球。到达38万公里外的月球之后，准备降落在月球表面，好，准备登陆。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对不对？外面是真空，对，它不能用降落伞，它用的是反推火箭往下喷射，然后来减速。减速之后，站上去之后，软着陆成功，太空人就爬下来了。太空人带着他的行李箱，背着背包，哈，到月球上考察捡石头，哈。所有的科学家，哈，地质学家会告诉太空人要捡什么石头啊，该考察什么地址啊，通通都有教过他怎么去探测这个月球，利用3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月球，哈，探测的比较彻底。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美国正在设计一款新的太空梭，小型的太空梭，它可以不断的运送物资到国际太空站给太空人。我们看这个影片，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使用，或者是它是怎么设计的。这个小型太空梭啊，它的整个概念其实跟以前的大型太空梭是不一样，它更便宜，然后它的功能也是一样，也是运输，然后它的效率也不错。那未来过了两三年，它如果做出来已经实际可以运用的话，就可以恢复美国在输送食物啊，或者是物资啊，或者是把太空人送到国际太空站的这个动作，让它保持可以继续去运作。目前美国最近两三年没有能力把太空人送到太空，目前它要靠俄罗斯，因为它的太空梭已经报废了，全部都退役了，用了30年，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急着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它就可以重新恢复有能力把太空人送到太空的这个能力。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是一个新的太空梭，小型的太空梭。那它装在火箭的头部哦，跟以前不一样哦。以前太空梭大型是装在火箭的旁边。好，它起飞的时候也是从美国东岸发射。好，然后呢，一样花了6-8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太空。一个飞机装在头部哦，好，一个小型的太空梭装在头部，起飞的时候都跟传统的火箭一样，要一节一节脱离，不断的丢掉燃烧完毕的火箭引擎以及火箭燃料槽。那太空人坐在这里面，好，坐在这里面。好，那些太空梭很特别，很像鲨鱼，是不是？这个太空梭很特别哦，好，它脱离第一节火箭，然后准备点燃第二节引擎。这个太空梭的肚子有贴黑色的耐热陶瓷，可以抵挡3000度的高温，再脱离第二节引擎。然后呢，背部有贴一些比较没有耐那么热，大概可以耐到700度的航太陶瓷，用不同的陶瓷呢来搭配，因为需要耐热的地方就贴最好的陶瓷。这是国际太空站，有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太空站正在绕地球。它绕地球一圈大概需要90分钟。那太空梭需要把物资粮食水运送上去，它先倒着飞因为太空中没有阻力，对不对？没有空气阻力，所以它可以倒着飞。然后呢，把尾巴对准国际太空站的转接舱，接合之后呢，太空人就可以爬进去，就可以把各种物资做运输补给，也可以把在上面已经待了1-2年的太空人换下来，换成新的太空人上去。每年都会有4个人在这里面做实验在国际太空站里面做研究，研究看看蜘蛛在无重力状态下怎么结网鱼类在水族箱里面在太空中的水族箱怎么游泳然后在太空中可以合成一些很纯99.99%的药物合成一些高纯度的合金或者是做各种实验。在国际太空站里面可以进行非常多的微重力跟接近无重力状态下的实验。好，那它已经运送补给完毕之后呢，就要回地球了，对不对？太空梭就要离开了。好，离开之后，载着已经在太空中待了1-2年的太空人，准备回地球。那回地球的时候，它要减速啦，减速才能够被地心引力吸回来。如果你速度太快呢，你的离心力太强，你就会一直到地球掉不下来，所以它就进行减速。好，减速的时候，准备进入大气层，那这个大气层开始产生摩擦高温肚子用很快的用每秒钟7.9公里的速度去磨这个大气层的空气会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呢，整个肚子都是火，这时候会有通讯中断3分钟然后呢不断的降低高度，最后来到机场附近，来到甘乃迪太空中心的专用跑道附近张开起落架准备降落。它前面设计成用雪橇前面的鼻轮把它换成雪橇，这样更精简，然后准备降落降落成功就可以让太空人像搭飞机一样很优雅的回来，然后呢派人去接送他派这个小车子这个 NASA 专用的很可爱的小巴士所以太空人就从这个尾巴上爬出来，然后爬出来之后要先做复健，因为他们在太空中待了太久了都已经有一点什么骨质疏松，然后心脏有点萎缩然后肌肉也是有点萎缩，因为无重力状态下非常的伤身体如果待太久，待了3年，可能没办法复原，没办法做很多复健就可以恢复以前的体力可能会有问题，所以目前的太空人都不会让他待太久都只能在太空中呢，待一定的时间，就要赶快再换别人上去了。有没有问题？有。
没有。那这个太空人的无重力状态哈，不一定要在太空中去进行训练哈，因为到太空才训练已经太晚了，太贵了哈。上太空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太空人哈，会先在地球上进行无重力训练。要怎么在地球上进行无重力训练？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怎么在地球上进行无重力训练呢？可以用很便宜、很低成本的方式做到。用哪个东西？用这一架飞机，这是欧洲 Airbus A300-600R 的一架普通客机，普通的特色客机。然后呢，把它改装，把里面的一半的座椅拆掉。拆掉之后呢，拿来做训练太空人的无重力飞机。怎么做呢？它一开始先45度往上冲，先水平飞行，飞到一个高度之后45度往上冲，然后冲到最高点的时候，把引擎关到最小，然后用45度往下冲，抛物线飞行，这样可以好，先这样往上冲哦，45度往上冲哦，进行抛物线飞行。抛物线飞行的时候会有30秒钟的时间让里面的人飘起来。为什么？因为就有点像电梯的绳子断掉的时候，电梯里面的人会飘起来一样哦。好，这样手会飘起来。好，然后里面的人啊，会有每一次的飞行，每一次的这个，好，每一次的这个往上冲再往下冲，会有30秒的时间让你体验无重力状态。好，那里面的人就可以开始练习了、啊，怎么在无重力状态下用螺丝起子去转螺丝啊，去修理东西啊。好，可以这样翻滚，随便翻滚，看你怎么翻都可以。好，要把握30秒，然后30秒过后啊，飞机又要重新拉起来，好，往下冲，45度往下冲。这台飞机叫做 Zero G 零重力加速度飞机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哦，很有创意，有人去想出来的哈。那有人在无重力状态下去验血、抽血哈，检验身体的状况啊，看看无重力或微重力对他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人会晕机，所以在呕吐，他要准备呕吐袋。会晕机的人哈，要准备很多呕吐袋。好，都可以做很多实验，在这种无重力状态下去练习，然后去体验、去适应。好，那将来这些太空人上太空之后呢，就可以很快的上手哈，很快的执行一些维修卫星啊、做实验啊的任务。好，可以翻滚。我们看后面一点啊，哈，可以做很多动作了哈，各种可以想象出来的都可以测试。像鱼类也可以在水族箱里面游泳啊，看看它怎么在无重力状态下游泳。好，东西都会飘起来。可以学超人这样飞。好，这个人要吐了，吐了一次。好，也可以这样抓起来哈，然后你可以翻滚，可以这样翻滚。其实跟在太空中是类似的哦，非常类似哈、哦，用不同的方法做到同样的事情，手机也可以翻啊，哦，手都可以举起来哈、哦，很轻飘飘的，哇、哦，吐的东西飞出来了，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想办法想要搭这种飞机的？我们看一个影片，看看如果有人也是坐在弹跳球里面，那会怎么样？用降落伞，然后用弹跳球，然后去火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全面失控》哈、哦，它的英文名字好像叫《Red Planet》，英文名字叫《红色星球》《红色行星》哈、哦。那它描述50年后地球坏掉了，那派的很多人去研究怎么解决，然后他们最后呢决定在火星上种植物，让人类未来可以移民火星。然后有一天植物产生了氧气，全部消失了哈、哦。他们要派6个太空船去调查，好、哦，花了6个月到达火星之后，这个大太空船很大哦，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他们从大型太空船释放一个小登陆艇，释放让它进入大气层，进入火星大气层。里面坐了5个人，然后要去调查看看火星上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氧气会消失啊？好，然后这5个人坐了太空船登陆艇，也是用弹跳球，也是用降落伞，然后慢慢飘进入大气层之后，慢慢准备降落到火星表面哦。跟刚刚那个方式一模一样哦，只是比较大，也只是有载人而已哈、哦。刚刚那个是无人探测器。好，然后准备到达火星之后啊，就要开始
把降落伞丢掉，然后用弹跳球开始弹跳，对不对？啊、哦，看起来很顺利，但是里面的人要翻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啊、哦，开始翻滚。啊、哦，那运气不好，他们以为他们已经降落成功了，结果没有、哦、他们降落在什么地方？降落在高山上悬崖一边。啊、哦，里面的人暂时停下来，结果呢，从悬崖往下滚，滚到一个超级高的大斜坡，这么高，这样一路往下滚，一路往下滚，啊、哦，很刺激，很像云霄飞车。然后最后呢，滚到山谷之后，气球破了两颗，然后停下来之后呢，安全气囊自动泄气，对不对？太空人就要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就开始去火星上执行任务啦、啊，去找原因啊，去考察哈。快晕的。好，很快晕的。有人如果受伤，就帮他扶出来，让他休息一下哈。所以他们就用很先进的设备哈，用电子纸，然后开始侦测说到底他现在在哪里，他要怎么到达他们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啊，好，然后就开始执行一连串的任务哈。最后后来呢，找出了原因哈，他发现火星上有一些奇怪的昆虫，太空中自动产生的昆虫，跟人类的地球的生态系统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些昆虫很特别的昆虫，把氧气全部吃光光了，然后会消耗氧气。这是电影里面的故事啦，不过这个电影很精彩，这个科幻电影它根据了一些科学的原理做一些结合的创意跟剧情，就把故事做得非常非常棒。电影叫做全面失控。那后来呢，他们就完成调查之后、哦、有些人可能发生危险，那有太空人就回到太空，跟刚刚那个大型太空船汇合，然后再回地球，再花六个月、哦、回到地球。火星上很常刮沙尘暴哦，也会跟地球的台风跟龙卷风一样，有很剧烈的天气系统、哦、那后来这个太空人就搭乘一个很老旧的俄罗斯的这个太空船回到太空，然后再跟刚刚那个大太空船汇合。这个俄罗斯太空船用放在上面放了30年哈，都没有人去用，因为已经有点故障。然后后来他把它弄好修好之后，就可以使用它。